去找野人了。你一定找到了。五的。吃什么吃？野人！哎，你什么人呢？一惊一乍的。真的野人，两只眼睛都是绿色的。魂别嘞，那是我拉的。剧本考虑怎么样了？今天第几天了？第六天。第六天了。那我们可能会一无所获的离开。王景导演，你的剧本就一点都没想啊？我一直在想，一直在想，要是你，你会怎么写？实在写不出来，随便一稿，能拿得出手的。随便写跟拿得出手，这本身很矛盾。也许你拍的时候就有灵感了。这话听起来让人感动。不然呢？小白，睡。没了。